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们看到最新一条消息，心情比较沉重。桂明海被重判了10年有期徒刑。宁波法院的官方网站说，2020年1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桂明海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经过开庭审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周一2月24日公开宣判，认定桂明海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最后一句话当然是扯淡的啊，什么剥夺政治权利，每次都爱讲这句话，好像中国人真有政治权利似的。但不管政治权利，我们看到他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这个真的是非常重的重刑了。他为什么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呢？我们从一开始来讲一下他是怎么回事。桂明海在2015年10月到12月之间啊，突然消失了。他是铜锣湾书店的一个股东老板啊，还有就是叫巨流传媒公司的这个出版人。同时失踪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啊，一共是5个人。这5个人都是跟这个铜锣湾书店和传媒公司有关的5个老板或者股东或者员工。他在消失的时候是在泰国旅游啊。在泰国旅游的时候突然消失了，然后跑到哪儿呢？跑到了中央电视台。怎么回事呢？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个视频，说他认罪伏法。桂明海在电视上也承认说他是回国自首的啊，他说回国自首是个人自愿选择。他罪名是12年前曾经在大街上开车撞死了一个人啊，他被判了缓刑，后来出了国。所以呢，这次是他自首。他出现这个事情之后，整个香港人都知道，因为他毕竟是在香港经营这个书店的。香港人是不相信这一点的，别说香港人了，全世界都不相信。你跑到泰国旅游，你已经十几年避开这个案件了，对不对？然后你有一天去泰国旅游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说：“哎呀，我应该为12年前那个案件负责。”然后跑到国内去，而且是偷渡，泰国政府是没有出境记录的，他等于偷渡到了中国大陆去自首，合情吗？合理吗？后来有消息说是有5个人跑到他的这个公寓，还要想把他的这个在公寓里的一些用品、电脑什么带走，但是被当时的公寓的保安给拦住了。很明显他是被中国政府派人绑架回去的。还有就是另外几个人也一样啊，因为他们得罪了习近平，得罪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们就会被非法的在国外啊非法的绑架回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这个政权它的触角已经不再是中国境内了，已经伸到了全世界，伸到了很多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国家。它除了现在还不太敢在欧美国家搞这种绑架以外，其他的一些小国它都可以做。另外第二点，就是为了能够让这次的自首有说服力，让他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的去认罪啊，就是增加他自首的这个说服力，就是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是去自首的。谁会真的跑到电视上啊公开愿意去认罪呢？谁愿意啊出了这种事情啊，比如说你以前撞过人，你不想让大家知道吗？谁会真正的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我曾经撞过人呢？对吧？所以说这种认罪很明显就是强迫性的。你既然认罪都可以强迫，那么他所谓的自首是不是也是强迫他自首的？是绑架他回去的呢？很明显说他是开车撞人这个事情啊，只是一个借口。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会管过啊？你十几年前曾经撞死过人啊，你被判了缓刑之后你逃跑了，我也要抓你，甚至是要绑架你回去啊？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为了一个女孩投入这么多的资源，甚至派人跑到其他国家去实行这种绑架偷渡啊，只为了一个女孩声张一下正义，对吧？只为了某一个十几年前的一个交通肇事的案件，对吧？不可能这么做的。他很明显就是一个政治案件，因为你得罪了他，因为你是因言获罪的，所以要把你绑回去。你非要说桂明海是因为交通肇事被绑架回去的，那其他那几个人呢？其他那几个书店的股东呢？我们看到紧接着瑞典就出事了啊，因为他是瑞典公民，瑞典的驻华大使林黛安啊邀请了一些中国商人和这个桂明海的女儿在瑞典见面。这个事情后来被瑞典外交部知道了，把这个驻华大使召回了，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能够帮助中国政府来向这个桂明海的女儿而施压？
这个瑞典的所谓的中国商人当然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他们是说要让这个桂明海的女儿停止为他父亲维权啊，其实就是向他施压，说要迫使他接受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要求他的女儿停止所有对解决父亲拘留所做的游说工作。看到没有，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把人绑架回去，然后让他认罪，认完罪给他判刑，给他判完刑之后还要销声，让他的这些家人在海外为他声援的这些人闭嘴。桂明海后来就被判了刑，然后又刑满释放了，对吧？释放之后又出事了。我们看新京报说，宁波公安机关发现桂有涉嫌从事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1月20日上午8点左右，桂明海在两名外籍人员的护送下，坐外交牌照车辆悄悄离开宁波，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后，立即乘坐中午11点10分 G120 次高铁前往北京。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桂明海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情报资料，然后就把他逮捕了，是在列车上把他逮捕的。逮捕的时候，他旁边坐的就是瑞典的外交官，看出来了吧？瑞典的外交官去见这个瑞典的公民，因为他刚刑满释放嘛，说要带他去那个北京进行体检，可能是想让他回到瑞典去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瑞典外交官去见瑞典的公民，这是没有违法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公安机关把他抓了，这里边就是细思极恐了，为什么要抓他，而且要最后给他判一个重刑呢？我觉得这里边有好几个原因啊，迫使共产党要出手，要再次拘捕这个桂明海。一个就是说，桂明海是准备向瑞典或者说海外透露信息的，桂明海是准备走的，离开中国的啊。离开中国之后，他是不是有可能把他之前遭受的这些审讯啊，这些整个过程讲出来呢？很有可能，对吧？他肯定要为自己洗刷罪名嘛，啊，肯定说这是一个政治迫害嘛，所以说啊，不能让他走，不能让他把这些内容泄露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这什么情报呢？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他能获得国家情报吗？国家秘密吗？你告诉我啊，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员，还没有正式工作的一个人，他哪儿获取国家秘密去啊？国家秘密那么容易就被一个普通人获取了吗？这个所谓的国家秘密，很明显就是他个人遭遇啊，他在这个被关押期间遇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逼供啊，比如说这个体罚呀，可能这些东西都属于国家秘密。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他经营这个铜锣湾书店啊，搞这些书籍，这些违禁的书籍的一个惩罚。那么之前判刑那是说他是肇事罪判的刑，对不对？但是没有真正的去罚他在香港搞这个书店的事儿，所以还得给他继续按一个罪名，然后惩罚他开这种书店，出版这种什么习近平的情人这种书籍。共产党肯定是有仇必报的，而且每笔算得很清楚的。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杀鸡给猴看啊，要震慑海外的其他人，你们批评中国共产党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啊。他是给出一个信号来震慑威胁其他人。这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桂明海再次被抓。大家注意，他被抓的时候外交官就在旁边。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家看这个新闻也很有意思，他说在两名外籍人员护送下，坐外交牌照车辆悄悄离开宁波。用词啊，外籍人员，外交牌照，悄悄离开，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加深大家的印象，就是他真的有可能泄露了国家机密啊。这是其实是在一种渲染，渲染这个他这个被判刑是不冤枉他的，而且专门要挑外国的这个领馆人员啊，外交官在旁边的时候抓他，就好像给人感觉是坐实了他啊跟这个外国政府这个秘密沟通。他说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情报的资料，我估计这个资料可能就是他被判刑啊，或者是他被审讯啊，他签署的一些东西，一些文件，我估计是这个。他说什么是国家秘密，什么就是国家秘密啊，这是他完全一拍脑门可决定的。以前苏联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人跟别人说勃列日涅夫啊总书记是个笨蛋，
后来他又被抓了，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后来呢，他又被放了。为什么被放出来呢？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个演讲，他是个傻蛋的这个秘密已经被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他就不再是国家机密了，所以把这个人放了。这是以前的苏联的一个老段子，这就说明了，就是说这些国家什么是秘密啊？这个很难说的。你说一句习近平是土包子，啊，这就可以是国家秘密，他就可以以这个理由，啊，泄露国家秘密把你抓起来。我们看桂明海这个案子就很明显，他不告诉你，他被判刑10年这么重的重刑，泄露了什么国家秘密呢？啊，是关于什么的？比如说关于领导人的健康问题，这就是一个秘密，对吧？具体健康问题咱们都不知道，但是你得告诉我。它是什么秘密？是关于什么的？啊，没有，他不会告诉你的。据我的判断，其实就是他之前被判刑、被审讯的那些过程。在他被判重刑之后，大家注意，这个庭审是完全封闭的，说是公开庭审啊，谁都没有具体的庭审内容，对吧？而且桂明海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你被判这么重刑，你还不上诉啊？这说明什么呢？很明显，说明了已经商量好的。你敢上诉吗？你敢上诉判你更重啊，甚至对你家人不利。所以说这都是商量好的，他一定受到威胁了。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忽视的，是说他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不再是瑞典人了啊。大家看这个新闻上说，2018年经其本人申请依法恢复中国国籍。这个事情更细思极恐了，他如果是个瑞典人，对吧？瑞典政府是长期的可以对中国政府施压的，要求他放人的，因为他很明显是政治犯。但是他现在不是瑞典人了，变成了中国人了，中国国籍了，这跟全世界都没关系了。中国政府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因为你是中国人了。但是他在拘禁当中，当然他没有任何自由，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自愿的啊，重新恢复中国国籍，不需要瑞典政府帮他救他。这是自愿的吗？很明显，你入了外国国籍，你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不好意思，他可以强迫你还是中国人。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桂明海在1996年就已经加入了瑞典的国籍，他已受到了瑞典的承认。你说他不是瑞典人就不是瑞典人吗？那不是应该瑞典人来决定你入了瑞典国籍是不是合法的，你是不是瑞典人？但是中国政府就可以单方面的宣布你是中国人，而且单方面的啊，这个强迫他入中国国籍，任何一个外国人他都可以这么对待啊，啊，比如说海外的某个批评中国的大学教授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到中国访问，把他扣留了，然后强迫他签署这样的东西，说我宣布我入中国国籍了，啊，我不再是美国人了，跟美国政府断绝关系了，然后他就可以对这个人为所欲为了，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桂明海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还会有更多的人啊，不管是他是回国了还是到其他国家了，也可以把你绑架回去，强迫你公开认罪，强迫你恢复中国国籍或者加入中国国籍，然后强迫你不上诉，强迫你认罪伏法。现在有人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言了，说我坚决不会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未来某一天如果真的是加入中国国籍的话，那绝对是强迫的，不是自愿的。有人已经开始列出这个声明在网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威胁，或者说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国政府为了打击这些异议人士，跟他意见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真的是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他会做。其实他如果连绑架这种事情都做的话，真的其他的一些让你强迫认罪、强迫入籍已经不算是意外了。所以说我觉得海外的这些如果跟中国政府政治立场不太一样的这些人，能不回国还是不要回国，甚至像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国家也不要去。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政权他是收不住的，他一旦是这么做了而尝到甜头之后，他会继续这么做，最终他会害了自己，最终他会得罪全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桂明海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很多希望中国能够有彻底改变的人来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作茧自缚的。今天这个话题我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可以在底下留言，聊聊你个人的想法。
别忘了点击订阅公子视频的频道，点击旁边的铃铛开通这个提醒的功能。我还开设了会员的功能，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这个频道。从下个月开始，我会做直播节目，专门针对我所有的会员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